虎跳峡位于香格里拉市虎跳峡镇境内，距香格里拉市96公里，距丽江市80公里，发源自青海格拉丹东雪山的金沙江迢迢千里奔波到此，突遇玉龙雪山、哈巴雪山两座雪山的阻挡，原本平静祥和的江水顿时变得怒不可接。虎跳峡是万里长江第一大峡谷，横穿于哈巴和玉龙雪山之间，因猛虎跃江心石过江的传说而得名。3900米下的水石咆哮，216米短距离落差，以其山高谷深、雄奇险峻闻名于世。虎跳峡景区沿江而建，长江水气势磅礴，绵延弯长，一眼望不到尽头。下午3点，景区游客稀少，一个人置身江边略有胆寒，尤其一个人独自走在灯光昏暗的隧道中，这种滋味非你所能够感受得到。置身虎跳峡景区中心，气势磅礴的长江水拍起阵阵浪花，规模虽没有山西壶口瀑布宏大，但是拍打岩石发出的声音却毫不逊色。虎跳峡谷天下险，这虽给航行带来不便，但这个险中却蕴藏着一种美，一种摄人心魄的壮美，吸引了国内外游客到此寻幽探险。若从丽江大巨镜下下平台，沿小路绕至三角，打下虎跳，两岸威崖耸立，在30米宽的江面中还屹立着4-5米高的虎跳石，江水从两边倾泻而下，犹如猛虎下山，风驰电掣，水花尽色，山谷轰鸣。2个小时的游览已接近晚上6点，景区的小贩早已离去，停车场里孤零零的别克在不耐烦地等待着我的到来。继续驱车2个多小时，终于来到香格里拉，期待已久的高原反应在哪里呢？只能听到肚子里叽里咕噜的叫声陪我走了一路。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先吃饱了再说。我是才君，我陪你一起旅行在远方。